Lolita F 荣登六月份滑流杂志封面，拍摄当天四棒接连以男人味十足的西装、酷帅运动风以及逗趣花美男等造型上阵，配合情境自由发挥。只是出道多年来 pose 拍帅照，对 Lolita F 来说似乎已经没啥新鲜感，难怪他们总是忍不住想搞怪，来点 special 的突破。你要开心开心的，好，打一下 PK 的感觉度。你也要哭哭哦！我现在看我也出来，我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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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只手接你。我不是包袱重，我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场合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有没有？所以刚刚那是认真拍照，所以我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认真拍照的艺人。要搞笑的时候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小雨，你现在搞笑一个，让他们知道你是全真型的搞笑艺人。你要我搞什么？说笑话吗？说笑话，讲一个笑话。阿伟好高哦。其实团体之间互相吐槽，大家早就习以为常，当然刷点小心机更是一定要的啦。在一起，要在一起。我也不要发生感情了。抢镜头。少用求正义的招数。好。抢镜头不是挡镜头。会擦我鼻孔。四棒拍照吵吵闹闹，不止嘴巴亏人不留情，竟然还以行动证明彼此感情真的不太好，一有机会就报仇恶整对方。最赢的最赢的对啊，我们两个赢了，你们两个少不我要赢了耶、yeah! 完了，我们现在还戏抓扣。为什么要抬头？抬头就算抬头啊，你的手应该在他的那里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哎，没忘了还是很帅。那我跟你，我觉得好刚来没有失礼，失礼。这个角度有点，是他来呀。好了。尽量打他。大家，大家好。你还真的开你的手，要不要上来？没有，你要出力，抓紧一下。我觉得这样，这样不行，赵全很烂，赵全很烂了。不要太热，你去抱脚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烂的货。你去抱腿就没事了，真的。你们再试，再试一次。今天靠墙啊，然后下半身。对嘛？靠墙，靠墙，靠墙，靠墙。好。帅帅，不行，小玉盯着盯着，不要嘴型，磨到他脸了啦。你要靠墙一点，要靠墙哦。Woo!
表征一下他的鬼神。等一下，哎哎，你自己用了、啊、不是他转身啊，他双手啊，你双手对不对？再 hold 住一下就好，再 hold 住一下。来，好，不可以一直用手肘打我鸡鸡啊！不要把它丢下去！不要把它丢下去！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。虽然被惨摔了好几次，但拍照 pose 难度越高越有挑战性，大伙仿佛都上瘾，开始分组大车拼。班长松开了，大哥。幸好我练过气功。OK 啊，那不用。来，哎，全能型艺人，全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有谁比他痛？而且你还很痛的感觉。我怕我的小獒犬。小獒犬。哎，三。有了。小獒犬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站在这里，不要这样。烧光了，烧光了！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没有没有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非常大，那个逻辑乱了。啊，不然，哎，杨学读站好了，你为什么？这个腿太粗了吧？不想说话。有问题可以。好 ，OK。可以站得好好，这样我让我拍两张就好了。站得好，我拍两张。我做一个后空翻，我做一个后空翻，好了。有一天我们在实战摄影棚。眼看敖犬跟阿伟的特技引来众人惊呼，抢尽风头，后上场的威廉和小玉压力超大，不得不使出狠招。蛮好阳光的那边，不管是用肌肉还是蛮力较劲，当天最精彩的照片却是靠绝佳默契完成的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考基舞为灵感的抖人民发音接照，四棒基舞一次 OK， 轻松展现完美默契，光是这一点就是一般唱跳嫩团等级间难以超越的喽。完成了独家报道。